啊，你老是搞些剧本怎么搞的？狼王了，啊，狼王怎么又黑了？这红乎乎的。哪有狼王？他们不一样。狼王他们怎么又比我还黑啊？老王，还行。你咋了？你们还有一个人呢？还有一个人呢？咋了？吵架了咋的？兄弟们，是他们咋了吗？毛都被你气竖起来了。咋了？我们刚洗洗多少钱？七七九。我们是779，兄弟们啊。还送一个插牌。我们还插牌来的啊？不是送，我跟你加一个。我砍价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本来砍价还想再破几多少钱呢？但是如果再破了，他们下面的一些那个叫打架了。叫什么商？经销商真要告他们了，要告我们了。所以呢，哎，美丽插牌，你们那个呢？啊，怎么三个人了？怎么给大家加个美丽插牌？还有一个人，他讲啊，那个咋了？你进来，来，你进来，咋了？咬牙切齿，怎么感觉你像那个，你像便秘的那种感觉？嗯，你看你这来，你拉稀啊？打架了，你们打架了？尿急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回事？啊，医院割别了？咋了？你尿急上一个？不是尿急。你这是肾结石啊？啊，睾丸结石？别讲别讲，你咋了？那搞得还闻闻呢，窗犯了是吧？哦，窗犯了。讲话咋了？没事，就是你要打架啊？不不不，啊？没有，真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这我不敢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这是身体不自在。你刚这怎样？看到我不自在，不是干一点，没有，那没有，不，那肯定是不敢，没有，我就没有这个心思。比一下，就比我黑一点。我那干我，你待几年？别说，那肯定天甩一杆，甩的问说有力气不？那有风，有风，看听到风了没有？没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个，我有个事儿，讲啊！有事你憋到现在，快点！我想拜小杨哥为师。啥意思？不是，他不是你师傅、啊，不是，是师傅啊！就是我想，是说，我想敬小杨哥一杯茶。你黑了！我就这个人啊，要仪式感。进。给干了，你进他不一样，不都是师傅吗？来进，给干了，干，来进他，先进你大师傅。人啊，你坐好，看怎么样？啊，看怎么进我。先敬大师傅。啊，我是徒儿天齐，受啊。你真要这怎么样？我想拜大师傅为师。行，我把我毕生所学传授给你。别，你想学什么？是啊，不干架。不，就是说，想学，想学习带货。说实话，你今天来搞啥呀？你拜托师了，你把我搞得都懵逼了，兄弟。你到底要搞啥？啊？你到底来搞啥的？就是想那个想拜师，想学习点真本事。最近就是有点瓶颈期了。干了，瓶颈期，最近直播没人气了是吧？啊？也不是说人气不人气，就是心里边没有那个没有东西的感觉，然后还是想学点东西。我可以给我一个招，我去回去练一练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女朋友呢？我女朋友在北京。介绍给大杨哥认识认识。不是，我一拳我给你敲死，把女朋友叫直播间来。春马，你们你在搞啥？来，小杨这件衣服来，先把小杨这件给上了。不是你洗小杨这件衣服啊？对，
这洗个就这么看。来，小王子演衣服。那这不是小人演。今天我来搞个大手笔，给舅母看看我的洗衣液。首先，我有史放过最多一次东西啊，过期的蚝油。好，别放那么多，洗时间长，你知道吧？尝一下啊。过期了，过期了，来，过期的酱油，过期酱油，尝一下，生抽，生抽，绝对生抽。过期的醋，尝一下，嗯，拌到一块尝，也搁点龙虾的尝一下，可以蘸，这可以蘸，这拿龙虾快，我蘸一下。你想让我死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对了，生菜可以，还有香菜，快点，快点，你这蘸一下，真香，嗯，可以蘸一下，上香菜。过期了，没，过期了，过期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啥呢？你自从有了女儿呀，你搞的东西都让我看不懂。我不骗你，是吧？哎呦，这香菜真难。还，不是有的人说他们说是假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再尝一下，是真的，真的。大哥，你洗了一件衣服，你搞那么多水，来，随便到哪里不就行了？你还搞凉的，叫他搞点温水，搞点温水，每次都快一点。又搞那么多，哦，来倒，好，哦，阿德，你马上亲，你看啊，不能走开啊，不能移开。小羊甄选洗衣液，啊，这家洗不洗衣服？这家三个口，开完还有一个，开完还有一个，你我你妈！我跟你说，这小孩子呀，这就设计我。别，哎，有兄弟们说，让我们就弄个嘴，就是可以倒的嘴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个这种运输啊更容易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封口的，给他说封口，再封个盖子，外面再封个盖子，啊，但是也不能保证说每一款。真香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看看小孩子选这个衣。哎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们，哎呀，你看看小孩子选这个评价，啊，有的人说买了之后回去洗衣服真的非常香，你问问。真香！对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个洗衣服的活性物质从植物提取物，叫无患子。嗯，古代他们洗衣服叫用的无患子可以起沫，所以用无患子。为什么用植物提取物这个活性物当着这个洗衣服呢？因为第一个，植物它比较柔和啊，不易伤手，也不易伤衣服啊，不易伤衣服的纤维，衣服洗完了呢啊，也不易损伤，对吧？还有，再然后呢？它有植物提取物，有竹子提取物，橘柑橘提取物，啊，咱们的这个配方就是活性物配方，就是植物提取物啊。然后再讲一讲活性物的成分超过多少，15%啊。洗衣服的去污成分超过15%，洗的会议吧，符合国标了啊，符合国标啊。不像有的，它只有5%到7%啊，我们的活性物是15%。还有就是。它这个香啊，你看这什么都没写，你看都忘了，反正很多啊。还有就是大家收到货了之后有，就是有漏液的、损坏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啊，就是有漏的，我直接让快递就不要送到你家了，我直接有的直接拿回去了，然后重新再给你发。所以有的人收的会比较慢，可能你的漏液了，漏液就不给你发了，就在路上了，就被快递员给哎这哪里打回去了。你洗的啥呀？你洗干净了吗？再亲一下，哎，亲一下。我的天，你搞热水啊？哎，他这什么怎么有那个呀？烫，这什么怎么感觉有红色的呀？反射吗？好，哎，我来搞。刚才我搞的弄错了，我刚才因为手凉一伸进去，完全就烫嘴了。是温水。哦，人家用洗水都用温水清啊，那么有爆有红色的地方啊？因为那个罩的，你把它拿走，把我们衣服都罩黄了。拿走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怪不得你脸那么红嘞！你看，
有红的撞上去了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照你脸上去了，什么东西照到他脸上去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把灯都拉走，把它都拉走，看一下，可以吧？不是这个原因，不是这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啊？就这个原因，就照的。